回家，everybody，准备开餐。你说这是什么东西？没有东西，这个没跑，撤退。我终于理解了什么叫做风浪越大鱼越贵，风浪很大鱼钓不着。好了，我们回去洗漱一下。这是什么 ？Thank you， 谢谢。挂到底了，兄弟们。我们想钓，等一会儿可以开船去钓啊！今天周末大有时间，鱼睡觉也不一定啊。我昨天8点钟就上了两只鱼，嗯，也不一定吧。都有时候看口不太好也没办法。那个日本的小哥哥也不知道钓了几条，我也不会用日文给他说话，不然我就会问他：“嗨，你钓了几条鱼？”钓美男鱼，哪一种？我们回去洗漱，吃点东西吧。想钓，等会儿再来钓。啊，没有关系的，吃点东西再说吧。你怎么回来了？都没有叫我呀，小狗狗。这厂很大的地方，是的，很大。两个大塘子，这个是大的，这个鹿亚塘是很大的，然后旁边那个手干塘也很大。嗯，适合大家，就是来休闲度假什么的，钓个鱼啥的。我反正是挺喜欢这里的。我们现在要回去把东西放在那里，然后去洗漱一下。我还没洗脸刷牙，吃点东西呢，吃点东西，整点东西。一个，哇哇，那回到我了，我的小窝。回到了我的小窝，
拿去洗一下。现在需要拿刷牙洗脸的工具。杯子呢？拿这个杯子。嗨，欢迎大家！然后去刷牙洗脸。你看我就哇，他又在这睡得好香啊！他每天，他都没事儿做啊，真的，他都是在睡觉。嗨。